Hello， 欢迎来到逃出灵界点遇难之特别篇，我是……诶，等阵先 ，cut， 有冇褪后啲？行得太埋啦，褪后啲啦。这个角度得唔得？睇唔睇到只手？睇唔到系咪？好，咁我由头开始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逃出灵界点遇难节特别篇，我是嘉慧。今晚我佩佩同阿琪会分成三组，挑战以最快的速度行完这条猛鬼街。期间除了要解决复杂的谜题，还可能会遇到一些超善的事。好啦，我已经准备好晒，唔讲咁多，快啲跟住嘉慧一起。吓，又坏？你仲用紧呢部机啊？咁我去揾线索先啦，等阵你嚟揾我啦。锁匙啊！快啲跟我嚟啦！嘉慧，嘉慧，
估唔到你仲未死。你系边个？嘉伟佢。听住，佢而家唔系嘉伟，你一定要揾到嗰个阿婆嘅屋企。想留翻条命嘅，就要快啦。
呢个系子轩，入嚟啦，细路。婆婆，呢度发生咩事啊？可唔可以帮下我？我朋友嘉慧佢好唔妥啊。后生仔，今日系七月十四，鬼门关大开，你哋唔应该嚟呢度啊。婆婆，求下你帮下我哋啦。今次不是专登冒犯咁多位，嘉慧一旦正常翻，我哋就会即刻走人噶啦。咁就要睇你哋嘅做法啦。台面上有几道王符，你攞去啦。唉，佢都系时候要走啦。每逢盂兰节晚。嗰种敲响八次嘅时候，佢就会过去隔离单位，准备饭送，等我翻去。你要趁佢喺房嘅时候，将道符贴喺大门度。记住，无论佢讲咩嘢都好，都千祈唔好开门啊！
玩啊！我知道系你，快啲开门俾我啦！嘉慧，你见点啊？醒下！而家佢终于走咗啦。放心啦，你朋友已经冇事，佢好快就会醒翻。之后，我同嘉慧就离开咗城寨，点都冇再翻入去。亦因为呢件事，我哋变咗做情侣。不过嘉慧因为惊吓过度，有阵时行为会变得有啲古怪。喺老细嘅安排之下，我哋调离咗外景组，一直留喺 office 做嘢。就咁过咗三个月，喺四日之前，我收到嘉慧一则奇怪嘅 message， 之后就点都搵唔到佢。呢几日收咗工，我都会继续留喺 office， 希望可以搵到一啲有用嘅线索。想唔想揾翻嘉慧啊？你到底边 Q 过？乜
咁冇记性啊？之前喺城寨，我仲救过你一命。你听我讲先啦，你哋公司上次系唔系买咗一 set 二手设备啊？入面有部 DV 机，好邪噶，就系你上次喺城寨用嚟拍嘢嗰部啦。但凡被嗰部录影机摄过嘅人，都会受到诅咒。唔信啊？你就去找下之前影录的片，趁眼睇下咯。又到咗逃出临界点探灵时间，我系阿海。今日我哋嚟到呢个地方，阴气好鬼重啊！系传闻中粤剧花旦分尸案嘅现场，我而家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
嘉慧，嘉慧，等阵啊！吓，呢度咪系头先阿海拍嘢嗰度？嘉慧呢？
9月13号，我系逃出灵界点嘅阿海。节目组啲人去晒边度啊？呢度人影唔多个。9月14号，我探索咗好耐，但系点都走唔出嗰日用 DV 机影过嘅地方。唔通我搵住咗一条片度？9月17号，好似已经过咗3日啦。我乜都冇食过，但系都唔觉得肚饿。睇嚟呢度。好似仲有其他人，我成日都听到有把诡异嘅声喺度唱大戏。我已经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啦。
只嘢根本就唔知系现实会见到噶，我走唔甩噶啦，我坚持唔到落去啦。而家你信啦，系咪？嗰部 DV 发生过咩事？咁就要讲到佢嘅前主人啦。如果你唔想好似阿海一样下场，都系先谂办法离开啦。去搵一道隐形嘅门。咁嘉慧喺边啊？喂，喂！
实咗噶。
嘉慧，嘉慧，咪走啊！你究竟要去边度啊？点解呢度会变成咁噶？
Hello， 欢迎来到逃出灵界点，我是阿琪。而家我已经到咗慈秀村嘅停车场啦。听讲呢个屋村成日会有灵体喺周围游荡。今日咧，我就带咗鬼仔特制嘅测鬼器，准备同大家。哎呀，头先喺停车场信号收得唔系好好啊！好啦，大家跟住阿琪一齐周围睇下。听闻呢个屋村曾经发生过好多单连环跳楼自杀，应该有好多灵体喺附近噶。反应啦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鬼气的方向变了，呢度系咪做紧啲咩仪式啦？
真系嚟咗呢度，冇估错，真系嚟咗呢度。
变走啦。
Thank you.
是鬼面，你正话遇到鬼暗眼。原来一直都是你，做节目嗰阵从来都冇听过你讲嘢。喺城寨翻嚟之后，你有冇发觉嘉慧好唔正常？其实我一直都怀疑佢系咪又有古怪，我唔可以打草惊蛇住。而家你嗱嗱声去停车场，我已经 set 好晒啦。之后再慢慢同你解释嗰部 DV 机嘅嘢啦。你隔篱有个测鬼器，仲有要小心嘉慧。
走甩，留低啦，冇仔，你走甩。
走甩。
阿乐，你醒咗啦？真系辛苦晒你啦，冇晒病痛嘅感觉，真系太好啦！鬼面啫，呢度系边度啊？嘉慧呢？我哋快啲揾埋嘉慧，一齐离开呢个烂鬼地方啊！离开？我点解要离开啊？呢度简直就系天堂！阿乐，你识唔识起自己有几耐冇食过饭，几耐冇瞓过觉啊？只要摸清规律就可以行走自如，仲可以摆脱时间嘅束缚。咁正嘅地方，我又点舍得走啊？不过讲翻转头，你都有好大功劳。如果冇你喺度，呢个空间就唔会连接得咁妥当、咁稳定。呢段时间我都搜集咗唔少素材，我都等唔切，而家就想去欣赏下。你探讨下先啦。系咁先啦。鬼面，鬼面！阿乐，城寨嗰个婆婆，佢呃咗我哋，一定要揾到雪儿，除之鬼子，一定要！